从哪里过来啊？太远了吧？这里啊？我以为你要从这里。这里。哦，来来来，欢迎敏乐。哎，我怎么下去？我直接跳喽。啊，等一下。我知道你游泳很厉害，但是先别，好不好？哇、哦，好温暖哦！我刚才后面好冷哦。后面那位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哎、欸，啊，串位哦，啊，终于串成功了。他就很难得不三八，因为只要有人夸他，你害羞。对，我的个性很奇怪，就是人家只要就是开玩笑跟我讲，我会觉得我会很有自信。但是当你认真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看，你这个奇怪，你好可爱，怎么好可爱？怎么那个可爱好可爱？龙王富贵，我们来了！敏乐，1996年12月31号，天花板 PK Girls 成员，2021年入队，同时是一名游泳教练。哎、欸，看不出来呢。然后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的参赛者，由于体育系游泳的强项，被一项测试表现优异，并打破女子50游泳纪录，获选为女状元。好的，你的绰号呢有很多，有娜仔、妮娜、桑娜。我什么时候桑娜？他取的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他原本叫妮娜嘛，然后他去年的时候就说，哎、欸，我要不要改名字？然后我们就说好，你想要改什么名字？然后我就说，那你不然你叫桑娜好了啦，因为桑娜就是感觉人家哦，桑娜桑娜就是活力桑娜桑娜这样子会很有记忆点。对，他又帮我取了这个，然后他还好没有叫哎、欸，没有你要叫啊，桑娜，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松哎、欸。壮硕的线条，但是它是很刚好的，对，很刚好，很像不是哦，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真的是有肌肉哎、欸，对啊，真的哎、欸，很壮。我想看有没有胸肌、喔。我穿拉拉服超壮超快，想看胸肌。可是你体脂是低的啊，因为他十几了，他很瘦啊，十几不可能，女生有胸部哎、欸，那肯定是胸肌啊。哎、欸，你交过男朋友的话是有怎样不 OK 的？讲五个不 OK 的行为，劈腿。那除了劈腿以外，可能卫生习惯有没有？吸烟，最好不要抽烟啊。喝酒可以吗？小喝可以，小酌可以。小酌。那对你很凶？不行。打你？不行。怎么可能可以？有些人喜欢。啊、前辈，你打我！射我！射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外表呢？外表长得高？长得矮？身材？好，像我来好，我来讲好了，就是我绝对不能接受头发太少的。真的，就发线很高。对，对啊。所以我们没有在一起啊。哎呦，请问当初为什么会来加入啦啦队呢？因为我当初其实知道有这个啦啦队，顺便会你，她是我的学姐，体育系的学姐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她每一个影片都好漂亮，然后呢，我其实也很喜欢表演，对，是为了漂亮才进来的，因为每一个影片都很漂亮嘛。那你跟她熟吗？还好。你比较喜欢穿竞技泳装还是说比基尼？竞技泳装吧。因為比较舒服，对 对，比较舒服，我比较习惯，平常都是穿竞技泳装出门。他穿竞技泳装很美，因为他身体线条很漂亮，真的，他那个肌肉很好，屁股是屁股，腰是腰。我本来以为他今天会穿死裤水。我原本要穿，我想说为什么不穿？他完全穿这个奇怪。还是我直接用劈的？啊，可以用劈的，用劈的。好，下一题，你们一见钟情型还是日久生情型？日久生情。哦，是我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不能跟日久生情的人在一起，我觉得太熟。啊！可是日久生情才知道他的个性啊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很高，然后300公分，单眼皮。哦，我难得喜欢单眼皮耶。徐魔俊呢？干嘛 Q 他？徐魔俊不单眼皮吗？是哦，然后他也很高。对啊，没有很高。啊，真的吗？不能180吧？还是你真的要200公分？没有，大概180-183之间。哪一个是你的菜？直接略过，不要再装。好啦，外表徐魔俊。那为什么没有想说要在一起耶？他很花耶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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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初夜是什么时候？是第二任哎、欸，大第二任哦，大学的时候。对啊，在一起多久？4年，很久哎、欸。哇，算
在很偏久那边啊，为什么分手？对啊，因为进来这个工作。所以你进来乐天的时候，对，就分了。其实不在这个领域的男生比较难接受，像我们什么直播啊，然后跟粉丝互动这种。好像也可以理解了。对啊，所以要当我们男朋友真的很辛苦哎、欸。真的呢。因为我们常常会跟一些就是 男粉丝互动。我以为你。吓死我！这样说我没有哦。对对，会会会，因为直播本来就需要互动。对，直播要互动啊，那球迷也要跟他打招呼 ，Hello。对对对，有些我给他看。有些不喜欢我们在那种镜头面前挤眉弄眼的，对爱心什么的。很大的哦，你干嘛比爱心？嗯。为什么不能对我比爱心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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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你男朋友。好啦好啦，还是要找到就是各自舒服的方式啊。对对，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尹乐来我们节目。你自己 ending 啊，助理主持可以哈。我在这里偷尿尿。啊你等一下。对，不是你这个，等一下我们还要跑、欸。等一下要来宾、欸。还有，但是他就算尿我们也不会知道啊。对啊，赶快去啊，赶快去、啊。你可以不要，我等一下闻到味道觉得是你的，好可怕。啊？怎么样嘞？啊我有。哎、欸，西瓜真的好可爱。西瓜真的是。有没有很可爱？鸡蛋蛋，算是巴西我蛋。